王奢笑了，王和衡山公之间何来交战一说？共谋既是何？但你是假密是吧？王何出此言？若不是假的，为何要隐藏自己女子的身份？大兄弟，这初来北京，这水土有些不适，兄弟们都闹肚子。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？阿库西叫我好好看着你们，你们剩的人都心眼多，别耍花招。我们这是来谈和的，一会儿密使从里头出来，说不定咱们都是自家兄弟了。实在难受，您就行个方便吧。二位大哥，你看，这出门在外，风吹日晒的，大家都不容易，您就帮个忙，帮个忙。行行行，我来。哎，多谢多谢。来来来，走。我王问你话，为何迟迟不答？好眼力，你倒是沉得住气。这大漠之上，多的是男装的女子上阵杀敌，本王见多了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即使不施粉黛，却也是个极美的女子。但这是不是承认了你是假来使？哼，竟敢欺骗吾王！城主，夫人，您终于醒了。现在军营里多少兵？昏迷的时候我都听见了。大军已向吉吉处突进，此时兵营所剩不多。都给我去支援！不可，夫人。夫人，你刚刚醒来，身体还很虚弱，切不可大动干戈。放肆！现在我的身份才是城主，率军北征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蜷缩在此地吗？而且他是擅自出城的，我必须护他左右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衡山公之女，萧宝剑。说的倒是越来越离谱了，衡山公之女，千金之躯，怎能来做这么危险的事？听胡娜说，吉吉不得张木心爱中，姑只能搏一把了。我母亲是父亲的妾室，但是我父亲根本不爱我母亲，子凭母贵，自然我也得不到父亲的疼爱以及关注。这一次我是私自跟着使团过来的，我觉得今天要是大事能成，我便能得到父亲的看重。衡山公的子女贵为公侯，中间取的都是一个锦字，你却自称是宝剑，又当做何解释？确实，自打小我就羡慕我兄妹们名字里面的锦字，但是一个锦字而已，父亲他却不许。你举手投足之间倒是颇有公侯之风范，也因此才会有之前那番的傲骨吧。大王甚是英明，本王欣赏你宝剑，等来日我必定会在衡山宫面前称赞于你。我在为大王探取徐鼎军营布防图时，
打探到城主他已经病危回天乏术的消息，大王现在只需耐心等待，若城主驾崩，圣城必然大乱，到时便是大王一举北境之事。中了本王研制的奇毒，自是难以活命。来人，给宝剑赐座，好跟本王密切详谈。柴烨、奏乐，今日开心，犒赏各将士们。这，玉，报，屈帅，有消息传来，北城门守卫最为薄弱，岌岌正在殿中豪饮。王庭疏于戒备，守卫空虚，徐帅此时突击，必可拿下王庭。这是王庭的布防图。阿甘，你领兵从后翼包抄，阻拦他的援兵。我去部落见长老贵族们，以保万全。好，走。走。